下一 Hello，大位，家好，我是兔子阿比，嘟噜噜，嘟噜 噜，没事没事，所以都要有语助词啊，我想一个，我们会因为其实三年了，好不好？第三年了，辛苦，哇，三年了，哇。那个先，因为有人还没来，没来迟到没听到就算了。今年有一些，有一个小变革，就在你们的脚下，马上就可以看到了。你到达小房间之后，开打一分钟，边界会开始说到剩一格。天哪！所以你在小房间也不能归了。小房间也会收缩了，好不好？超可怕，期待一下，像炸弹超人一样。各位准备好哦，准备好，好，好，按下去了，好，好，哇哦 ，Hello， Hello， 你们听我声音会很小声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好，感觉今天很多状况。我觉得是阿西比较有问题耶，对啊，阿西本身问题越来越大了。那我们今天这是有什么策略吗？只是数很多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吼。超多数的，数很多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啊、然后有一区有沼泽，应该一定会有甘蔗。哦，牛，我是没有看到牛啦。他是不是都是开始之后才看得到啊？可能，应该是现在看都看不到。对啊，甘蔗也都看不到啊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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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Go Go！ 哇哦，在树上，在树上，哎呀呀呀！快下快下快下神木，赶紧下！现在，看来哦，吓死！有看到猪，有看到猪，我去找一下，打一下木头，打一下牛。嗯，一开始又有点回溯了，正常的回溯，正常发挥。哦，有回来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你们在哪边、啊？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哦，好。噔噔，红豆台在树下。各种树。快甘蔗了，太好了。哦，有甘蔗哦。找牛，对，找牛，找牛，好，甘蔗够了，甘蔗够了，这边有三个。Okay, 居然。我看到牛了，看到牛了。哦。哇，就打到。很顺利的感觉。差不多可以下去了。哎，真的有僵尸声呢。对啊，好近啊。下面有洞窟吧？嗯。我刚有点吓到。哎，是就在这个。这声音我完全听不出来它在哪里啊。哦、oh, ，很多铁 ，nice。很多铁，好。你们往哪个方向啊？哦，吓一跳。哦，挖挖挖挖穿了，挖穿了，吓死了。有洞吗？嗯，对，挖到它的边边，感觉像是峡谷。大家都打得蛮安全的。嗯，对啊，大家都没有什么冲突，每个人都还健在啊。以前都一开始就打成一片，或是说被怪物打成怎样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今天有点意外的和平。结果你们在探洞，我在挖煤炭。就大胖子 ，Nice， 两根线。哦，哎呦，哭光的看着我哎。左边洞有一只哦。进。左边什么？哭光吗？没有，左边左对哭光。好。哎、欸，这正面。正面两只，左边一只。Okay. 欸，小僵尸，注意哦！小僵尸，好，哪里啊？好，来了，跳完，跳完。吓死我了！哎、欸，狐狸怕爆炸是你那边吗？不是，是你那边吗？没有，我这边没有。哎、欸，哪里啊？有人？有人吗？还有，哎、欸，还有，有人。附近有人。对，附近有人，应该是，也许是另外一边。我看到那边，鬼位那边，我哪里？方向？那里？我怎么看到？哦，看到。哪个方向？岩浆，离你还很远，应该没关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挖到别人的洞哎、欸。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刚刚那队的吗？不知道，哦，我看到人，看到人了、哦，哦，那个泽平那队哦，泽平那队，你是说巧克力吗？泽平对，巧克力跟老婆是不是？很凶哎、欸嗯，这样的话很凶，
刚才是只看到那个泽平啊，有点惨，很可怕。在我们挖的这条路的这样要逃吗？准备备战哦。好，我还不是全装。哎，鬼鬼你在哪里？我们在附近的洞，我快到了，我先填满。我也看到，我看到。杰瑞，你看到那边？对，我也有看到明条。就有这个洞哦。啊，天哪！小心啊，我们先准备，看他们会从哪边冒出来。我就要撤了。哎，现在几分？21分。我可以选择往上吗？可以往上走了。小心！我要努力打枯弓。最不会打的就是他。挡好。两条线可以。哦，还有，哇哇，天哪！让我们来烧，让我们来烧。还有一只哦。啊，前面有苦力怕。挡好。好，前面还有苦力怕。拉扫拉扫，苦砍压后面。哦。挡好。不敢打，超废。Okay, 有苦力怕要打吗？在上面。有苦力怕，好多。等他爆。可以打。旁边有牛。吓一跳，要打牛吗？打打打，这里还在跟前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是花，对不起，看错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对、欸，我那是垃圾桶。对不起。那是垃圾桶。我想要朝你的地方丢啦，谁知道就丢到垃圾桶了。我看到苹果，在地上的吗？山坡上，哎、欸，不是苹果啊，是花而已。都会被骗。可恶，对。那我封个，哦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他会顺进来，没关系。我以为会被他吓一跳。没关系。我打他，他会咬我吗？刚没咬你，还好。我刚 A 了一下，他会不会等下就瞬间来揍我？应该不会啦。我才被狗吓到。苦力怕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，哇哦！我挖到一个洞，洞，我看到明条，哎、欸，哦，又有明条，很远吗？蛮远的，那就蹲着吃可。可是这个洞我插过火把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其实我们好像没有离刚刚我们就是下去的地方太远。可是我们刚刚应该没有经过到中央中心。应该是到另外一侧了。这个中心点有人来过，应该底下洞窟是通的吧？嗯，那刚刚杰瑞有看到是什么颜色吗？好像是金色，干老婆。怎么又是他们？就是他们啊！就他们一直在底下，又在底下了啦。哎、欸，很近哦，很近啊、哦！在中心，他们在中心。中心哇，近。那我该往哪走？你叠方块吗，阿弟？没有，我没有叠，我离开你那边了。我上来刚刚龙那边了。我超远。他们在附近哦，鬼，你回来之后小心哦。好。我在壁虎后，我直接烧死他！啊，老婆，我的狗，老婆，你的狗是你老婆，我狗死了，吃东西了，吃金苹果了。来，我在看哦。嗯，你的那个，绕电池准备好，绕过去了。我右边，左边哦，右边，小哥在左边哦。OK， 你看右，你看老婆那个位置。他挡住了，左边，我们同一个平面 ，OK， 那个公共台那边，好，右边来了，看到，右边也来了，泽平，哇，我水，哇、啊哦，我岩浆没了，要跑，哎、欸，来了，左边，岩浆没了，哎、欸，左边，哇，岩浆剑哦，小心，没水，倒水，右边，怎么办？哇，死了！杰瑞现在如何？你还在吗？我跑了，我跑了，跑了，没有捞到岩浆了。啊，应该不能打了，反正应该要边跑边走。对啊，真的不能打，太狭窄了。嗯，有我又单机生存了。对，我突然想到，等一下。刚刚我把苹果全部都给杰瑞了，所以代表他们对面那队会有很多的金苹果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是不是应该要分散风险一下？怎么办？我今天挖到的所有的苹果都在杰瑞那边，然后黄金是在身上没错，但只有四个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每次剩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很犹豫。到底该做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就只有一般的就是铁装，然后
铁剑，连铁斧都没有，还是我应该先来做一个铁斧？满血是优势没有错，但是我不会打，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满血好像差别很久，就是能不能多挨一下而已啦。我做个水桶等下去捞水好了，现在实在是有点绝望啊。没事就烧石头做盔甲加陪自己。盔甲架还可以挡弓箭？问号，所以我现在要放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把盔甲架放在哪里耶。等一下，我要把它放在这儿。然后我是不是也没办法帮它装饰什么？就嗨，嗨，你好。有点想出去看一下，但不知道会遇到什么，就是看一下。我记得刚刚这里是一个洞啊，对对，杰瑞我有挖进来一点。清怪哦，对，清怪了，可以走。哦对耶，清怪了。嗯，那我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咯，总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和平啊。水会在哪里呢？我要立奇咯，我要去找水立奇。我觉得现在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让我觉得很可怕。还有拱一声啊，是水是水，水上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哦，永昼了，皮哥可以帮他做衣服。我想要捞个水，这是不是很白目啊？算了啦，露出来都被看光了。捞水水，耶、yeah ！哇哦，哪里？有人吗？等一下，我卡住，啊，有人在旁边是不是？而且我还卡住哎，为什么？我要立奇喽。